快到咯！好 ，OK， 好，系，好咁，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啦！今日我哋学生动员系联同学生独立联盟嚟到系提交两封嘅请愿信嘅。咁其實其中一封就係我哋學生動員最主要我哋請願信嘅訴求，就係希望美方嗰邊係盡快就住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係立法嘅。咁一個法案係好希望喺美方通過，然後去制裁一啲對於我哋香港人權以及民主係作出侵害嘅官員人士，係作出一啲嘅適當嘅制裁，包括係禁止佢哋入境，以及係去凍結佢哋喺美方嘅資產嘅。咁而我哋請願信就入面去提及到，就係近期有關於美國國會委員會嗰邊嘅一個報告，就係提及到香港獨立關稅地位嗰一個問題，以及就係去再一次去促請翻美方嗰邊去進行立法嘅。咁早前我哋學生動員亦都係致函咗去美國國務院以及講緊美國總統特朗普嗰邊嘅。咁我哋嚟緊學生動員咧，都會繼續去就住促進呢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嘅立法，係繼續去致函去到美國政界唔同嘅人士手上嘅，希望去促進翻呢一個嘅立法。咁除此之外，我哋今次聯同學生獨立聯盟嗰一邊啦，都係希望去提交翻有關於阿朱海迪被 DQ 嘅時候嗰一位嘅選舉主任嘅資料。咁希望日後我哋係恆常咁樣向美方去提供一啲違反呢一條法案需要制裁人士嘅名單，去到美方就住未來日後立法咗呢一個法案之後，去制裁翻有關嘅官員嘅。我哋今日嘅行動主要就係咁樣嘅。想問下，即係你覺得制裁人士，包括即係除咗個 DQ 嘅主任之外，仲有咩人士，同埋即係呢個重要性係？最基本，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啦，以至到嗰陣前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呢一啲嘅人士，都必然係喺呢個制裁名單之內嘅，以及由2016年開始，每一個去剝奪我哋香港候選人參選資格嘅選舉主任呢一啲嘅人士，都必然喺呢個制裁名單之內嘅。係，因為其實講緊而家我哋香港，甚至乎美國國會嗰邊都去檢視緊，就係能唔能夠去繼續保持我哋香港獨立關稅地位咧？咁就係源於我哋香港人權以及民主係受到香港政府以到中國政府嘅蠶食剝削。咁而家我哋去咁樣嘅訴求，希望制裁嘅官員就希望能夠令到我哋香港嘅自治係得以保障，我哋香港嘅民主人權亦都係得以保障。咁美方嗰邊自然其實就唔需要話去取消我哋呢個獨特嘅地位，保障到我哋香港嘅繁榮穩定。係，到我係上樓，係我係學生，好唔尷尬，好。
OK， 得未？好，系，我系学生独立联盟召集人陈家驹。今日我哋嚟主要系见到最近有一个嘅事件，系珠海直辖村长选举里边，俾一个嘅选举主任叫做袁家乐，佢无理咁样向佢作出一个 DQ 嘅制裁。我哋见到呢一件事件系对香港嘅民主自由做出一个重大嘅打击。其实过去数年嘅期间里边，香港有无数嘅候选人，佢哋不能够去享有自己嘅选举嘅权利。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同埋根据美国关系法里边提到嘅，都系应该要保障我哋香港人在未来的时间都要拥有我哋基本人生的言论自由、集结自由，甚至是我哋言论自由，其实包括我哋应该参选的权利嘅。在这个香港关系法的讨论里面，其实是源于香港关系法立法的时候，其实是源于中英联合声明的一个信任。我哋见到而家美国开始对中英联合声明同对香港的民主自由的未来发展是有一个嘅唔稳定的因素，他哋希望去作出一个嘅改善。我哋好希望作为香港人可以将香港而家被侵害的事件带到上去国际。我哋唔希望每一次在香港的民主自由被侵害的时候，甚至我哋有候选人被 DQ 不能享有我哋嘅参选权利的时候，香港人都唔出声。今次是我哋首次嘅行动，去將一些侵害香港人 民主自由、人權自由的香港的官員，今次是這個選舉主任袁家樂，他是主動地去根據官方所說，就是他主動地去褫奪了朱海迪的參選村長的選舉的自由。這個是根據基本法，無論是根據基本法也好，根據不同的人權的法案也好，其實是不被允許的。我們很希望美國美國相關的部門可以去理解，可以知道今次的事件，去将在未来的时候对这些对香港民主自由作出一个打压的官员去制裁。是。是。我哋認為喺香港嘅抗爭，如果我哋繼續係對住中聯辦，繼續對住香港政府，我哋嘅訴求係好難可以達到有效嘅去處理嘅。所以未來我哋係相信有更加多嘅行動向同美國唔同嘅官員去接觸，我哋會更加積極用唔同嘅方法，例如係今次第四係其中一個行動，我哋唔排除有唔同嘅遊行或者示威，又或者有唔同嘅接觸機會，希望可以將香港嘅問題帶到上國際層面。唔該曬，嘉哥。好。哦，他們不想。